戴安娜的速度却像一颗笨重的石头。戴安娜，用嘴巴吃啊！哦吼，你行啊，戴安娜！这滋味尝起来像胜利。 弧度让我想起温柔拍打着天堂岛沙滩的微光浪花，是吧？宝拉总是能带给人惊喜。哦，嘿，卡拉，嘿，姐妹们，在干嘛呢？我们刚才请丽的造型师进行发型大改造，她是个天才艺术家。卡拉知道吗？你的造型看起来有点过时，也许你可以让宝拉好好整理一下。我不懂，但是我爱我的造型。你的头发一定要接受宝拉温柔的洗礼，它真的超红的，是超火。小巴。 我们爱，并尊重你，但你的东西已经把你的房间都占满了，比布兰尼亚克还糟。拜托两位，没有那么糟，好吗？不歪了，卡拉。 我们好像进入了恶魔水池，真的吗？那这些人被冥王哈迪斯给迷惑了，要采取行动。你同意，我们要赶快融入成恶魔的样子，走！万岁！我的计划成功了！一场史诗战斗后，我们成功击败了金属人，超级女孩，超级女孩！ 哦天啊，他在战斗中吸收太多课时能量了。卡拉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天哪，谁快来救我？我没办法自己穿越马路。善良市民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来帮你。哈，虽然他年纪很大，但身手很敏捷。希拉女神，瞧已经拉起来了。等他快到桥的时候，就进行第二步骤。 什么？这里右拐，现在直走。杰西卡，你不能够依赖这个低级科技的东西。在15步之后往南走。什么？戴安娜，你的技术真好，有没有想过去比双轮战车？然后停。 看吧，最佳路线，明天见喽，杰西卡。啊！蛋糕和一双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一加一等于流汗害怕。剑术训练。嗯。戴娜。哦，嗨，芭芭拉，小小脸跟图片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表情符号，最好最快的沟通方式，像最后一个就代表卡拉非常讨厌数学。但这些不是真的字。对，是符号。 串在一起就会变成完整意思，就像秘密代码。哦，我懂了，谢谢你，芭芭拉。不客气，再聊。你们快一点，走喽，感觉超兴奋。好，我们来了。<笑>用宙斯的闪电驱动，伟大的先知啊，请问我是否走在正道上？请投币。 哦，要投钱吗？没有问题。我必须知道更多。这玩意儿是什么？需要吗？这个是奥林匹斯夜视眼镜，还有喇叭和 Gentle 缩放功能。所以不要。要。第三步骤，让他去吸引城市里其他的超级卤蛇，不管是谁都好。 等到了计划地点。哦，老天哪！